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，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：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、营业及非营业部分。报告院会，本案经协商结果无共识，现在要就所有提案依序处理，无异议及不需表决部分，均照委员会意见通过。现在已有逾2000案提案，所以下午3时后不再受理提案。首先，我们处理通案部分，现在进行表决，按铃7分钟，并分发表决卡。那个资料赶快发，资料有资料都印了啊。多电啊，多电。来，资料。资料都在桌上啊，桌上通案的部分，不，通案的部分在做，后面的还在整理。2000还。对，会，通案的都整理好了，在桌上。好。